吃一个麻辣鲜蔬的自嗨锅，打开看看里面都有什么。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就是一套餐具、粉丝儿，还有底料。然后下面是这个蔬菜包，还有加热包。这是一个错误的示范，应该先把粉丝儿放在下面。别问为什么，看到后面你们就知道了。这个火锅底料是厨王特制的，看到没有？自己加一根烤肠，还有两个小鱼丸，凑个100分。有没有最近有考试的呀？祝你们都考100分。最后一步就是加水，等待15分钟就可以开吃啦。加热包一定要放冷水哦。等待的时间吃一个这个巧克力派，这个真的超好吃。到时间啦，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，不要眨眼哦。后果就是粉丝没熟，不说了，我去二次加工了。后面直接开吃啦，再点赞哟。